你就是今天新来的兼职生啊。啊，好的，你加油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小林安静说，今天是我第一天去宠物店上班，我有好多可爱的小狗狗呀，小小的或者有超大的狗狗，真的好期待呀。你好，有人在吗？哇，这里的狗狗真的很多耶。你就是今天新来的兼职生啊。啊，好的，加油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先给狗狗喂点狗粮吧。别急别急，每一个都有都有啊。这只狗狗怎么毛这么卷呀？看来啊，得洗澡了。来吧，首先清洁毛发。毛都梳理干净了，接下来是不是洗澡了？先放一点沐浴香锅，都洗好了，接下来咱们就要吹干净咯。再给你吹毛，再给你梳梳毛，要不要给你换件衣服呀？让我看看这个合适吗？再换一个，这个，果然是帽子最合适呢。今天啊，小狗非常听话，很乖哦。狗狗穿上这个真的好可爱呀，谢谢你啦。狗狗也打招呼。